谁拿走了我的螺蛳粉？快还回来！谁拿走了我的面膜？快还回来！谁拿走了我的作业？请扔远一点，谢谢。大宝，你怎么还感谢他？不会就是你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吧？不是我，肯定是大宝。他每次犯错都不承认。冤枉啊！真的不是我。小朋友们，快发送一一告诉大家，不是我拿的。喵喵喵！螺蛳粉我吃，面膜我贴，想不到吧？都是我拿的。大王，快把我们的东西交出来！我真的没拿，还不承认？桌上的袋子不是螺蛳粉是什么？那是我点的榴莲，不信你看，桌上还有半个呢。那这个面膜盒子你怎么解释？这是我妈妈买的，上面写的也是她的名字。难道我们真的冤枉大宝了吗？那我们的东西是谁拿走的？我知道是谁，你看。我拿，回家找宝贝了。让我看看你们又买了什么吧。我拆，哇，螺蛳粉，爱吃爱吃。让我看看小雪买了什么。面膜，正好护理一下我的脸。不花金币就能得到宝贝，我也太幸福了吧。可恶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黑暗老爹干的。黑暗老弟太过分了，小精灵，我们得惩罚他。我现在就把他送进坏人管理局。我还会回来的。太好了，这下再也不会有人偷拿我们的东西了。